门啊，敏感啊！今天我们来到 Dano 玩了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Dano 必做的五件事情。那第一件呢，就是要抢土产，快点抢，快点抢！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来拜神啦，来这里拜拜，保佑老板 bonus 给多多，加薪加到够够力，东西不要多到做不完，没有得睡觉这样子喽。这里有很多很漂亮的庙，有白蛇庙啊、四面佛啊、伏羲灵宫啊，还有全世界最大的坐式象神，大家可以来拜拜，然后拍照打卡。第三件事呢，当然是来这里做泰式按摩啦，尤其是男生，因为这里按摩极北便宜，而且这里按摩师都很厉害，肯定会按到你爽上天堂。哎，我姐哦哦，三百万哦。来丹诺必做第四件事情呢，就是来逛夜市啦。泰国最出名的就是小吃，来到这里就一定要逛逛夜市，然后吃小吃啦。哎，什么来的？你要吃什么？我刚刚去后面买了。什么来的？有这些。最后来丹诺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来4896 Dandel Hotel 打卡啦。酒店门口有一位不管春夏秋冬都戴着毛毛的帅哥，他是酒店辛勤来帮忙看门的，欢迎大家来跟他合照打卡。闻的了啦，敏感啊，不要再很敏感好不好？